两步就上来了。为大家隆重推荐我们的第二代球棒，给大家比个心。哇，好可爱呀！梁帆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是把我开除了吗？这是你最后一次跟大家见面了。大家看到这个球棒，圆圆的，长得像大元宵，过于可爱，失去了那种出题官的威严。人家球宝二代能出更高级的题，咱们给现场的观众出两道题。开除赛道，一直在等的同学领兵，顺利打中电的时候，等乌龟尽量还能打的再来一个板。这是火星语吧，球宝啊，宝啊，你能不能拿那个大数据帮我们翻译一下？他说的是壮语，哦，意思是你好。啊，你好壮语说这么长。我怎么发现有了球宝二代更缺不了球宝一代了。